经上帝的记载，是用圣经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七日的头七日，天不光，也有人带所举办的香料到王，看见酒已经对王门高开，就入去。无看见主的心思，第四十，为着安尼在中途的时，忽然两人徛伫因身边，伊就光啊，恁人惊吓，面暗落地，恁两人甲伊讲，啥事伫死人中找活人啊？伊问只，已经不活。恁着记得，伊要伫家里个时，有怎样甲恁讲？人主的确着交伫罪人个手，予因定伫死地。第三日复活，恁就记得伊个话，对王人道去，将遮个事拢告十一个学生甲伊个证人知。现在，伊对师父讲遮个代志个，就是我伫来伫玛利亚。甲约翰呐，甲雅各爸母玛利亚，以及伊甲因做伴的妇人，使徒看遐话做无影，也毋信伊。若是彼得起来，走到门下，下落去看，只有看右腿部物件，就倒去伊厝。这奇怪所见过的事，传上帝叫。这是咱人心中，互咱会当伫个内面过。